小朋友日日要应付咁多功课，做到闷闷地，与其俾佢睇电视，不如同佢玩下，放松下仲好啦。喂，小朋友，同妈妈玩下 pair 牌啊！好啊。咁你是但抽只啦。哇，恭喜你抽到红心啊！奖品系，请你去做功课。啊，妈妈，我想抽多次啊。好啊。哇，是梅花啊！你得到的是入房做功课。妈妈，为什么抽到什么都是回去做功课的？哈，那你想怎样？啊，不如我们改下玩法，抽到什么都是想怎样就怎样。好耶。咦，你抽了两次了，今次到妈妈抽。哇，是葵仙啊，发达啦，想点就点啦我。妈妈，你想点啊？我想你即刻翻入去做功课。立太教咗间电视台。落雨啦，好收衫啦。呢个系麦兜同佢妈妈麦太嘅故事，跟住笑死。做了成日功课，临瞓前可以跟小朋友讲下故事，轻松一下。有一晚，狮子大王叫晒所有的小动物一起开森林大会，他大声话：中午瞓觉，哦，你个屎忽！